您有听过《一千零一夜》的故事吗？是否对其充满想象的剧情内容而感到好奇呢？这款 City of Breath 就是要带领玩家进入阿拉伯民间，体验其故事主题所制而成的游戏哦！赶快一起来瞧瞧吧！City of Breath 是一款以阿拉伯民间故事集《一千零一夜》为主题，进而衍生而成第一人称动作冒险游戏。在游戏中，玩家必须使用身上配有的装备来击退敌人，适时地躲避危险的陷阱，并透过搜集宝藏及掠夺宝藏来获得武器及盔甲来升级自己的装备，甚至可以透过地形以及机关的优势来帮助自己化解危机。游戏于 Steam 平台上市一周内便获得了玩家们的极度好评，且游戏也支援了繁体中文的界面，有兴趣的玩家们现在就能直接买下，上去一探究竟哦。